哎，罗总，你过来，你瞄。来，眼睛，眼睛，眼睛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自己点自己的哈。好。是恁个的嘞，这个上个星期我们厂头有四百多个职工，去把那个马路炸了。说这个有我的有三个女职工，生了畸形儿，用厂头的责任，要得法院去告我，所以要找你来。 哎呀，我们化工厂，我们厂本的，晓不晓得本？哎，晓得。啊，晓得。晓得个？对。我们厂本的化工厂本就有些那个化学产品有些堵塞，所以他就搞起来了就很麻烦噻。前几年就太平得不得了，这一两年来了几个小青年，那到处去收集我的这样数据那样数据，把那个。 啥子癌症啦、肿瘤啊、妇科病啦，这样那样的全部打到我们厂头了，我感觉，你想不到是麻不麻烦嘛？哎，这个那是蛮大道理的，人吃五谷得白米嘛，啥子肉可以上到你工厂的了，我感觉。哎，你想不到？